看第二段哦，一开始呢，有女孩子起来起床，然后呢，刷牙洗脸都用的很健康的产品，吃早餐也是很健康的产品。接下来我们看到她学校的状况哦。What a student does, what the student does is an example of Lohas。这个学生啊，这个学生所做的所有事情，这个 what 翻成所有事，它泛指所有他刚刚做的所有事情，它是一个复合关系代名词。各位可以先记得它，好，它的意思是复合关系代名词。好，那这个 what the student does 这几个字呢，请你帮我画起来，它是主词哦。这几个字是我的主词哦。What the student does 翻译成这个孩子，这个学生他做的所有事。这个孩子呢，他所做的所有事呢，as an exampl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样的例子呢？Of Lohas 对于乐活，对于乐活这种生活的形态是一种很好的示范。好，那这个 what 它是一个呢，其实它是一个间接问句或名词子句当主词。各位可以看到呢，从疑问词 what 到 the student does 这几个字，它们称为名词子句或称间接问句。它们当主词的时候，留意哦，动词要用单数。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文法。这个 what 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复合关系代名词。只要你发现它当主词的时候，它都被视为第三人称单数，也因此动词要用单数。好，动词要用单数。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子它原本的样貌，其实它应该是 the thing，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先行词加上冠带的样子。它应该是 the thing that student does，the thing which the student does is an example of Lohas。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what 疑问词它其实应该是先行词加上冠带的一种。好，结合，它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先行词，再加上冠带的。那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呢，有时候有点浪费啊，就是有点浪费口水，你讲太多话了。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代名词，把这个先行词 the thing 跟冠带 that which 呢换成一个字就好，叫做 what。所以这个 what 呢，它的名字就很复杂，它就叫复合关系代名词。它有代名词，又有关系词的合并，它是两个东西的合并，所以叫复合。好，所以复合关系代名词叫做 what，它其实是 the thing that 或 the thing which 的简写。好，所以呢，the thing that the student does，the thing which the student does，这个都是主词哦。主词是 the thing 那个事情嘛，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是单数？所以当然动词也是单数喽。好，所以这个孩子所做的便是所做的就是 what the student does，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句子非常重要，请你要把它做一下注记。好，所以这个孩子刚刚示范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乐活方式哦。The turn，他接下来告诉你什么叫做 Lohas 咯。The turn Lohas，哎，这个乐活这个用语呢，stand for 其实就是代表着，stand for represents and symbolize 这几个字，请你帮自己在课本上标记，它们都是代表，而且你看它们都是单数哦，stands。还有 represent and symbolize，它们都是单数。好，所以 the turn 这个用语呢，乐活其实代表的是 represent 也是代表，symbolize 也是代表，代表就是 the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它是一种 sustainability 这种永续的跟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这几个字的缩写。它取了 L，还有 O，还有 H，还有 A 以及 S，变成了 Lohas。In the beginning, A. In the beginning 等于 at first，它写一下中文叫做一开始。In the beginning, at first，一开始呢，as simply as only means the marketplace for goods that focus on environment, people's health, and a sustainable living。好，那开始告诉你这个乐活一开始是什么样的。起由呢？它的缘由是什么呢？一开始呢，其实它呀，这个 it 是指乐活，这个 lohas，其实一开始呢，乐活它只是，它其实很简单，simply 就是仅仅是，只是，乐活其实一开始只是代表着 meant，好，这是过去式哈，找它指它当时的意味。一开始呢，这个乐活呢，它一开始只是想要代表一种呢，the marketplace，它是想要代表一种市场，一个市集。啊，marketplace 翻成市集，它是想是做一个市集。这种市集呢，for 是为了让很多的商品，这个 goods 翻成商品。一开始乐活其实只是一种市集，然后这个市集上面让你提供很多商品。这个商品呢，that focus on，而且这些商品呢，他们着重在 focus on 翻译成着重。他们一开始呢，只着重在呢。对环境好的，people's health，对人们健康好的，还有 sustainable 以及永续的这种生活
这个 sustainable 它是形容词，叫做永续的，可以永续的，叫 sustainable。 好， focus on 叫专注。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一开始的这个用语呢，乐活它其实只是呢，有一些商品他们专门把焦点放在专注在他们专注在呢，提供一些呢对环境还有对身体健康以及 sustainable 能够永续的像生活方式的一种商品，然后它只是个市集，把东西都集中在那边让你去挑选，一开始只是这样子哦。但是后来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粉红色的哈，老师帮你用中刮弧，中刮弧刮弧起来用粉红色荧光笔画的，这是一个关系子句，它当作形容词使用，将焦点放在环境、人们健康及永续生活的。它是个形容词哦，什么什么的，它的先行词是前面的 marketplace for good， the marketplace for good 它是我们的先行词，叫商品市场。好，那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哦，它的样貌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市集，提供健康商品，可是慢慢的 gradually， 你知道吗，一个好的东西会吸引更多人，所以逐渐的 gradually， gradually 这个字很重要哈，逐渐的，逐渐的，这个 lowest has become 它就慢慢变成一种 term， 一种术语。这个术语呢 describing 专门在描述一种 healthy and eco-friendly lifestyle， 变成是一种描述健康的以及生态友善的一种生活方式。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中刮弧从这里啊一直到这边是我们的分词构句，那其实它原本是关系子句。来，我们看一下句子的最原本样貌。 gradually 逐渐地， it has become 这个东西，这个 turn， 这个 lowers 它就已经变成了一种术语。什么样的术语呢？ which describe 这个术语，它专门在 describe 专门在描述健康的以及 eco-friendly 生态友善的生活方式。好，这个 eco-friendly 翻成生态友善的，它翻译成不属环境的也可以。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冠带呢 which原本关系子句先行词后面有个冠带，这个冠带在我们的课文当中被省略掉了，各位有看到吗？前后上下两个句子可以做对照哦。在这个中刮弧当中呢，这里啊冠带被省略，那这个动词呢 describe 它就变成什么？要变成主动，因为这个用语呢它是主动在描述这种生活方式的，所以当冠带被省略掉的时候它是主动哦，所以动词就变成了 ing describing， 可以哈，主词被省略，动词就要变成分词，动词变分词有两种，一种是被动，一种是 ing， 主动就是改成 ing， 被动才会改 pp， 那这边是 ing 的方式，这种是分词构句。所以逐渐的它就变成一种呢，变成一种描述健康跟生态友善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术语，好，变成一种用语了。这个 turn 我们可以翻成用语，翻成术语，然后后面的这里呢，这是一个分个分词构句，当作形容词使用，好，变成用来形容健康不属环境的，它当形容词。好，那看第三段，所以乐活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解释乐活咯。 Lowers help to， Lowers help to， help to 就是帮助处理，它能够帮助呢，能够促进，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 to protect， Lowers help to protect， 它能够帮助，能够促进，去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保护我们整个环境，Protect 是保护的意思哦。好， meanwhile 同时呢， meanwhile 等于 at the same time， 来，各位换一下，帮自己把这个片语呢做一下记住注记哦。 meanwhile 翻成同时，同时呢 it's make people healthier， 同时乐活它还能够使得人们更加的健康。好，这里有一个文法叫使役动词，使役动词后面加受词，加上受词补语，受词补语通常都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形容词。那这里呢，各位他看到的是他用比较级形容词，他用比较级也是形容词的一种哦。所以同时叫 meanwhile at the same time， 同时呢 it's make 它能够 the law has make people healthier， 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健康，不仅是对环境哦，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能够保护环境，它能够促进 help to 能够帮助保护环境，还可以 make you healthier， 让你更加健康。 Lowher followers， 来，这个 Lowher followers 我们翻成乐活实践者，乐活实践者呢 try to， 他们试着每天都去干嘛， try to 后面加原形动词， try to take care of， 他们试着去照顾， take care of 或者翻成 care for， 他们试着去照顾呢 the health， 照顾地球，照顾了地球哦。 by 借由什么样的方式呢？By thinking， 藉由思考 carefully about the food， 藉由思考呢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思考叫 think about，
藉由思考这些食物 that's